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做道德练习。首先你们先拿出来道德作业，然后你们看一下第十四页。第十四页给你们看，他说谁在墙上乱画，请你在下列的小朋友中找出来，并在答案的方格里画叉。给你们看，这男孩在墙上乱画。没有帮是吗？我们要找一下哪一个小朋友是他。我们要画叉给。我们先看。来，我们先看这男孩的头发。哪一个男孩是一样的头发？这男孩是直发。这两个男孩也是直发。所以我们都看不出来。然后你们看他的裤子也是一样，然后他的衣服，一样，所以是第一的小朋友，我们就画叉在这里。给你们先拿出来一个蜡笔，然后我们画叉在方格里，给，这两个是不是这男孩？不是呀，没有一样。你看这个是穿长裤，这个的他的衣服有限的，不是呀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练习就做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在家记得要多学习，小朋友们再见。